大家好，我是丁丁，和我一起助力北京冬奥会，为中国加油。到里头的话，比如吃的话有牛奶、牦牛奶，还有牦牛肉、葡萄，还有人参果，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。比如我的方便的话，有草原、雪山，还有森林，还可以骑马、跳高桩。欢迎杨倩姐姐来里头玩。练习骑马的话，比如说我不会骑马的话，我骑，然后一个人牵着我的马，然后慢慢走，然后慢慢慢慢快，然后慢慢慢慢转弯这之类的，这样可以学。骑马的技巧最主要的是这个缰绳，没有缰绳的话，我转弯，比如说刹车啊，这些都是这个缰绳。骑马的时候有缰绳的话，左管的话要缰绳左边拉，右管的话右边拉，刹车的话可以中间拉就。冬天的话，我喜欢滑雪，因为我喜欢滑雪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觉得特别好看，但是我不会那么说话。对，杨倩姐姐，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教我射击吗？杨倩姐姐，你进我大学你学习一些什么内容？ Hello， 丁真你好。我就读于清华大学的经管学院，然后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。平时呢，我们一般都是上午上课，然后下午进行一个体能和专项的一个训练，同时晚上呢可能会有一些选修课之类的。射击的时候有什么注意的？对于射击呢，其实我们主要训练的就是自己的技术动作和心态心理这一方面。平时比赛当中需要比较注意的也是心态调整这一方面，心态对于我们射击运动员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吧。姐姐，你会不会去看冬奥会？对于本次冬奥会呢，由于疫情的缘故，可能就没有办法到现场去观赛了，但是我还是会通过电视转播为我们的冬奥健儿们加油，希望你也和我一起为他们加油。最后呢，我为你准备了一份运动训练内衣的这样一个礼物，然后希望你可以以后就穿着它进行一个体能训练，然后健身锻炼好自己的身体。杨倩姐姐你好，我已经收到了您和清华射击队给我的礼物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清华姐姐新年快乐，真心的了，谢谢。